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莱德队长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辆工程车玩。小朋友们认得哪些工程车呢？我们城市的建设都离不开工程车。滴滴滴滴，车车开过来了。滴滴滴滴，哇哦，好大一辆工程车。给小朋友们介绍介绍这辆工程车，这是一辆可以铺路的车，车后面有一个大轮子可以转动。小朋友们猜到这是一辆什么工程车了吗？这是一辆压路车。这里是驾驶室，驾驶室好大呀，里面有一个大座位，还有方向盘，侧面有梯子，好高好大的车车呀，踩着梯子才可以上车，因为车车太高太大。这是正面，引擎盖可以打开，可以看到里面的线路。还有两个大轮子，是一辆惯性车车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展示这辆车车。滴滴滴滴，这是一辆惯性工程车。滴滴滴滴，压路车可以为我们铺路哦，把我们的公路铺得平平整整的，漂漂亮亮的。滴，压路车正在压路，滴滴。滴滴。滴滴。哇，好棒的压路车。来回的压路，滴滴，车车还在压路，路车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